大家好我是 b o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보보입니다 오늘은 TSC第5부分.第5부分. 시작할게요.第5부分은 우리 시험에서 4개 질문 나와요. 여 4개 원제답변 시간은 50초. 어, 불통 어떤 문제 나오냐면, 회사 생활, 사회 문제, 전치, 경제. 이런 문제로 나와요. 에, 중국 사람한테 물어봐도, 중국사람 중국 대답할 수 없는 질문도 나올 수 있어요 예를 들면 어떤 정치 정체를 어떻게 해결해야 돼요 어떤 사회 문제는 어, 왜 이렇게 나와야 돼요 어떤 사회 형상은 나오는 원인은 뭐예요 갑자기 물으면 우리도 한참 생각해야 돼요 그래서 이거 진짜 많이 준비해야 돼요 제 5부분 대답할 수 있는 사람은 거의 다 유학 갔다 오는 사람 그리고 중국어 이미 오래 배우는 사람 이시호는 오래 준비하는 사람, 이런 사람들이 제 5부분 내게 질문은 대답할 수 있어요. 알아듣고 말할 때도 보통 대화에 대해 쓰는 이야기 아니고 이 약간 소명어 그런 거 나와야 돼요. 아, 채에서 나오는 그런 이야기를 좀 나와야 돼요. 아, 그래서 이거 여러분은 TSC 제 5부분 듣는 사람은 거의 수준이 있는 사람이라서 약간 중국어와 한국어 같이 조금씩 조금씩 서고, 어, 이렇게 강의 해드릴게요. 간단한 내용은 거의 다 중국어로 다 얘기할게요. 온노밍, 진짜. o k 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人们去海边旅行的原因是什么?请说说你的想法. 你觉得？觉得哈、啊？你的想法哈、啊？唐先森杠。人们去海边，大海的旁边就是海边，看一下我的背景，海边哈、啊，这个就是海边。旅行去玩的原因哈、啊？原因？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原因哈、啊，文英。You 是什么？Well？为什么我们要去海边旅行？请说说你的想法，想法。啊、唐先森杠也可以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海边旅行？ 我觉得人们去海边旅行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我觉得人们去海边旅行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啊。我觉得我们去海边旅行的理由。 原因有以下以下就是下面这些哈以下几点几点呢一二三四五六有这几点啊 다음과 같아하고 비슷해요.有以下几点.回答第五部分的时候이 말의 차이 얘기해야 돼.啊, 원인은 몇 那我要有以下几点：第一，첫째；第二，둘째，째第三，셋째。이렇第第第一、第二、第三，第第第 1, 第 2, 第 3, 이렇게얘야돼요。好，第一，可以放松心情，可以放松心情，可以哈，还是一打放松心情。第四部分的时候就已经会说了哈。

这个道呢是卡达能的些卡到海边卡索。哎，走走。科鲁明能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缓解呢 stress。풀다는풀다요，해소하다，풀수있다哎，stress 좀풀수缓解压力，放松心情。茫茫的大海能让人心旷神怡。茫茫的大海能让人心旷神怡。 茫茫是什么意思啊？茫茫，又远又大，就是茫茫，这是一个形容词。用用彩哦 u a 茫茫。所以，茫茫的大海，茫茫的沙漠，茫茫的草原，茫茫也可以说意非常大，非常远的大海，能让人 s a 的 a n 心旷神怡。 心旷神怡啊！心旷神怡。擦擦성哦这种얘기할수있어야돼요여기제오부분啊，心呢忙心知道了心。心旷是什么？大的意思，非常大。心大就是什么？마미루르哎，心宽了，心舒服了。神呢是什么？神对来讲呢呀，崇信，嗯，精神。怡是什么？开心、愉快、高兴的意思。心旷神怡，心变大了。 这个精神变得愉快了，心宽了，精神变得愉快了，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妈妈 m u r s a 茫茫的大海能让人心旷神怡。简单一点的说，就是大大的海能让我高兴，大大的海能让人开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是第五部分。 有一点水平，水准一个一给还得就茫茫的大海能让人心旷神怡，心旷神怡。第二，欣赏自然风景，欣赏自然风景哈，欣赏就是扩大看的意思啊。欣赏风景，欣赏风景就是什么？看的自然风景呢？ 擦拥空气，欣赏自然风景。看风景是一样的，但是欣赏就嗯，有陶醉的感觉，看上去很舒服，很快乐的那种感觉。欣赏，欣赏风景哈。空气日看沧海的啊，海边有独特的自然风景。海边有独特的自然风景。海边呢，独特看擦卡思独特就特别的意思哈，特别 自然风景啊，只有这里有，别的地方没有啊。草原的风景和海边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沙漠的风景和大海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是独特的自然风景。海边有独特的自然风景啊，济州岛、切柱度，有独特的自然风景，一路开心没得哟。每一处海滩都有不一样的景色。 每一处海滩都有不一样的景色，每一处这个“处”就是地方的意思。酷，哎、嗯，黑标马达就酷酷噻，酷酷噻，都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每一处都不一样。这个“处”就是地方的意思啊。海滩，滩，海滩就是有沙，磨类，一嫩酷。海滩呀海边那是。 只要是海旁边，都是海边。海滩是有沙的地方。摩勒伊嫩库海滩，海滩，哎，有不一样的景色。景色就是风景啊，景色就是风景。景色很好，风景很好。嗯，每一处海滩都有不一样的景色，不一样就是塔伦，特别的，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哈、啊，不一样的景色。 带着爱人一起去海边看日出日落，特别浪漫幸福。带着爱人一起去海边看日出日落，特别浪漫幸福。带呢铁力古卡带呀，爱人，你喜欢的那个人，结婚以后你旁边的那个人，男的女的都可以。爱人，她是我的爱人阿内，杜铁古，阿印杜铁古。 Lover, my lover，哈，一起去海边看日出日落。日出，太阳出来，太阳上升，太阳出来。日出，日落，太阳下去，太阳降落。日落，日出，日落，哈，一出一落。日出日落太阳下去太阳降落日落日出日落哈一出一 e 日出日落韩国夏天日出。 的时间大概就是五点、四点、五点。海边日出的时间非常早，大概四点五点就有日出了。那日落，在韩国的日落，夏天日落的时间比较晚，大概七点、八点，嗯，才日落，对吧？特别浪漫幸福，特别浪漫幸福，特别浪漫。特别浪漫浪漫 浪漫哈达，浪漫哈达，形容词形容词，幸福很不可的。好，第三，第三哈，C y 水上活动，水上活动，水上活动。哎，就是在水里边玩，在水里的游泳啊，在水里骑摩托呀，在水里的所有的这种游戏啊，玩啊，让自己开心的这种活动都可以叫水上活动。 海边有很多水上项目，海边有很多水上项目。Padayopinan 有很多马南水上项项目哈，项目就是那些努力玩的东西，冲木啊、嗯，航木，也可以说活动哈，一样的，就是水上项目有哪些水上有有哪些水上项目啊？看一下米特，我东过啊，比如冲浪。 游泳啊，游是二声哈、啊，游泳二声。游泳、帆船、潜水等等。y a t 接着听个名，冲浪。冲浪是什么？Shopping。冲浪、游泳、s 游泳、帆船、帆船、帆船是什么？Upt。啊，有钱人玩帆船。 潜水，潜水，潜水，什么？泰语拼不勒特罗干过啊？到水里面，等等，等等，比如冲浪、游泳、帆船、潜水等等，能让人体验各种有趣的活动，能让人体验各种有趣的活动啊！能那哈水哒，让人哎个体验彩虹，感觉到的意思哈，彩虹，么么，彩虹还是水哒，彩虹还是水哒，哎。 动词哈，体验一下啊、哦！我要体验一下。해본적이없어没有，以前没有做过，所以我想体验一下动词啊。各种唐阳汉，很多的意思哈，也是有趣，前面大有意思的意思哈。活动，活动。有。러가지재미있는활동을경영할수있다，采用할수있습니好，第一题就结束了，我们来听一遍。一。 你觉得人们去海边旅行的原因是什么？请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人们去海边旅行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可以放松心情。现代社会工作压力特别大，到海边走走能缓解压力，放松心情。茫茫的大海能让人心旷神怡。第二，欣赏自然风景。海边有独特的自然风景。 每一处海滩都有不一样的景色，带着爱人一起去海边看日出日落，特别浪漫幸福。第三，水上活动，海边有很多水上项目，比如冲浪、游泳、帆船、潜水等等，能让人体验各种有趣的活动。 하다, 第五部分,第一题,就讲到这儿. 여기까지 하겠습니다. 다음 분은, 우리는 R 들어가 볼게요. R는 뭐예요? 你认为子女越多越好吗?谈谈你的想法. 당신은 자녀가 많을수록 좋다고 생각하세요? 음, 어떻게 대답해요?我们下次再见. 다음 분 얘기할게요. 자료 필요하시면, TSC, 啊, 자료 필요하시면 메일 보내주세요. PT, 이때 이 수어, 아니면 친구 있으면 같이 수어 참가하고 싶으면 연락해주세요. 매일 보내주세요我们下次再见拜이